안녕하세요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韩语实用情景对话的第十节课啊。안색이안좋아보여요。那么之前我们讲过了这个안색，안색什么意思？얼굴색啊，얼굴색。那么脸色跟我们韩语的脸色的这个用法是一样的。我们之前讲过了，脸色不好，안색이나빠요，脸色苍白，안색이苍白해요。那么脸色变了啊，脸色突然就变了，안색이변했어요，변하다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呢是看起来这个动作，看起来안좋아보여요，보이다是看起来的意思啊。那么再跟我读一遍，안색이안좋아보여요，안좋아보여요，看起来不太好这样的意思。那么看起来不好，我们说안좋아보이다。那么今天天气看起来不太好，怎么说呢？오늘날씨가안좋아보여요，都可以这么说啊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对话是什么呢？A 和 B。정은씨어디아파요？안색이안좋아보여요。啊，정은啊，정은呢是真恩的意思啊。那么我们朝鲜的这个人也叫정은，对吧？那么정은씨어디아파요？你哪不舒服吗？안색이안좋아보여요，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啊。那么我们说这个아프다，那么这个아프다呢？它本来啊是这个以 a 为结尾的，对吧？那么 a 呢，再加这个 io 的时候，可以变成这个 a pio，可以变成 a 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说 a pio， 어디아파요？啊，허리가아파요？머리가아파요？都可以这么说啊。那么 b 怎么说的呢？네，할일이많아서며칠동안잠을잘못잤어요。那么네，是的，할일啊，할일什么呀？要做的事情啊。那么为什么是할일是要做的事情呢？首先这个일是事情的意思，那么这个하다是做的意思。那么在做后面要加这个惯性词型啊，惯性词有的时候要加니은、加는、加든。或者加这个리을啊，那么加这个리을的情况下呢，都是表示将来的，要做的还没做啊，所以呢，할리啊，做的事情呢，많아서，这个많다是多，那么加这个아서表示原因啊，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，며칠동안啊，那么几天。동안几天当中呢？那么这个동안呢，表示这个时间的这个多少的意思啊？在这个什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几天当中呢，잠을잘못잤어요，睡得不太好啊。那么我们看下这个几天，本来是这个몇啊，